好的。哎呀，各位观众，伟人哈用这用盖俩讲袂爽，对不对？啊，袂爽的时阵呢，把它禁号，咱来录雷吧。这个东西躲在这边，各位看一下。我们进去选单之后呢，在第一电影第二齿轮，齿轮的第一页 AF， 这叫做2-2-1-2-3-4-5，2-2-5，这 MF 辅助这个地方。好 ，MF 辅助的地方，有的人不喜欢这个感觉，哦，不喜欢这样放大缩小的感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咋办呢？我们只要把它做全萤幕对焦的方式打开 ，MF 辅助打开，这边聚焦环把它 off 掉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就全萤幕对焦咯，就不会有局部放大的一个用法。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，因为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，老花眼哈，我们还是乖乖的哦，对，比较保险。那再来，我们 AF 可以按一下，哦。他就帮你 AF 对焦一下，好 ，AF 对焦一下，好，以上对焦教学，谢谢大家。